就我跟你说那个，我跟你说那个，方便啊。这位置要大一点点。它这位置够了。这样够吗？3米放得下吗？因为它这样直接后面接自动装箱，那个才有意义啊。现在给你看那个影片后面那一段。总结，我们还有后段的，所以。后一段是什么？缩模啊。啊，缩模先啊。 缩模线哦，对啊，你缩模完是不是也是装箱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先？我们是先做半成品啊，然后就是有个时间再来做，因为我们中间还有卡到好几种成品。